So if you'll be the one tonight, I won't stop now. I know I want that crown. I'm steady making these moves. I'm steady making these moves. I got nothing to lose. I'm steady making these moves. I'm steady making these moves. I got nothing to lose. Shooting for the stars, shooting for the stars. We made it this far. We made it this far. I won't stop now. I know, I want that crown. I'm steady making these moves. I'm steady making these moves. I got the day to lose. I'm steady making these moves. I'm steady making these moves. I got the day to lose. I'm steady making these moves. I'm steady making these moves. I got the day to lose. I'm steady making these moves. I'm steady making these moves. I got the day to nothing to lose. 谢谢，要谢谢易烊千玺给我们带来如此惊艳的表演。是的，恭喜好洋气，表现得特别的棒。谢谢，而且是我们湖南卫视呢，今年跨年演唱会呢也率先推出了全网通的概念，节目呢在湖南卫视直播的同时，在网络上也掀起了热议的狂潮。是的，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我们的演唱会正通过芒果 TV、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视频。Thank you.
用时光送给你们。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就现在的时光，爱那无所顾忌的人，也许痛吧，你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有梦敢去闯，写世界一张漂亮的章。一路我走着，我倔强赖床，能不能把完美放一放？撒野，撒野，在无人烟的地方，四方四荡，怀小孩的梦。推开，推开梦里面的山窗，蝴蝶飞过了海洋。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可是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尽管被大人夸奖，是谁规定了对的成长？镜子里的我帅得很善良，这才是我真实的模样。飞过了海洋，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爱到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话，却是我们的时光，狂欢的夏夜，是我们的时光，青春的回忆，共同在永远都不会忘，多远都不会忘。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爱了无所顾忌的人。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我们好。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爱到无所顾忌的人。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话，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漫长的旅途是我们的时光，希望大家2018年能把自己想完成的事儿都顺顺利利的完成。谢谢。哎，我们也请我们的姚洋来，2018年的心愿。小白还有 Henry， 我们到舞台中间来，好不好？来，每个人给大家送上一个新年祝福。姚洋先来。好。
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加油！新年快乐，祝大家阖家欢乐。身体健康，2018。小朋友们也上台来了，大家一起给亲爱的观众朋友送一个新年的祝福，好不好？我们一起说新年快乐，好不好？来，新年快乐！谢谢。其实在这里我们还是一边啊，来来，祝小众们新年快乐！一起来，到舞台中央胡一边，还有我们的迪玛希，还有我们的尚雯婕，来到舞台中间来，给大家送上新年的祝福，好不好？来，我们的一心先来，谢谢。不要说，不说，会不会来说新年的快乐？好，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每一个人一切都好。杨辉，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新年快乐，非常好，中好。后面还有我们等一下要上台表演的我们湖南卫视新的主持人，我们的快乐小子，等一下也会有咱们精彩的表演，一起给大家送个新年的祝福，来，三二一，新年节快乐。对，好吧。对，而且零点钟交响之前呢，现在大家已经可以在大屏幕上看到2017年即将要告别我们的40多秒。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跨年演唱会是从一双手开启的。现在所有现场的朋友和台上的朋友，把你们双手举起来，我们汇聚我们的能量，祝福我们的2018，好不好？所有人把双手举起来，迎接自己的2018年。90后就成年了，00后也要迈入18岁了。接下来，让我们和火山小视频一起进入到倒数，10、9、8、7、6。全新的一年，在这里我们也把最多的祝福送给所有一直支持我们湖南卫视的朋友们，在新的一年也祝福大家快乐顺心。是，那么在这里呢，还要告诉大家，新的一年即将开启，您的陪伴，哈弗 SUV 领导者已经成为400万车主的安全伙伴，希望为更多的伙伴带来更好的安全陪伴。零点已经到来，打开手机摇一摇，全新哈弗给大家带来的2018心愿好礼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年祝愿从这秒开始，陪你走过很多路，一路上我看到了前面，